胖虎啊，今天的正乖，看宝宝呢。胖虎长大了，知道自己有孩子了。妹妹，你啥心也不操呀，现在睡觉。看着窗外，想啥呢？哟，小汤圆过去了，你哥哥在那玩小纸了，你也抢。看看这都上哪儿去了，玩张纸玩入迷了，还是也不能抢那种。汤圆老好奇，在哪里玩什么呀？哎呀，胖虎，胖虎，坏得很你，胖虎。不给你吃饭了，傻不傻？乖乖，别跟着他，继续玩吧。奶奶，看我一眼呗。奶奶只有吃的时候才会看我，现在，奶奶，哎，我一碰了个饭你就看我呀？嗯。不是饭，不看我了。看你儿子，弄点纸搁那玩半天。小乖，小汤圆在后面急着想要。终于归你啦，大宝。是你带他们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吗？嗯，到处都是纸，谁撕碎的？不是二哈才会弄撕纸吗？嗯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这些杰作，看看你们的杰作，这好好的抽纸都弄出来了，这你抓。